小小职业探险家，职业想象，从小开始。玩法七，我是职场大明星。那玩法七一开始，我们会邀请孩童在职业卡中挑选他想要成为的职业。假设我们孩童挑了一张叫做机器人工程师，那接下来要运用到的是这个情境卡。那我们要找寻到跟机器人工程师有关的情境。例如说我们挑到的是这一张的情境卡，我们要邀请孩童或者是爸爸妈妈来协助把这个情境给念出来。例如担任机器人工程师，将晶片放在机器人身上，启动机器人自转三圈。接着呢，这是一个角色扮演的活动，孩童可以扮演这个机器人工程师，哦，这是他梦想的职业，而爸爸妈妈你可以扮演那个机器人。那我们可以搭配我们在这个其他的牌卡，就像说机器人会在哪上班呢？可能会在他的实验室里。他可能会运用到什么样的工具呢？可能会用到电表跟晶片，以及他相关的一些任务。所以这是一个角色扮演的活动，可以透过这个家中有一些玩具啊，都可以把它摆放进来，然后让爸爸妈妈跟孩子用机器人跟机器人工程师互动的方式来进行游戏，或者是角色的扮演。所以例如说爸爸妈妈就可以说，哎，我是个机器人，然后孩子就可以扮演这个工程师。那他要完成的任务就是把这个晶片摆放在这个机器人身上。那当然爸爸妈妈是那个机器人，所以他就要自转三圈，那当然也是在这过程中去创造这个亲子的角色扮演的互动，然后运用我们家里可能有的材料，或者是用这个牌卡上相关的一个材料来进行一个交流，让彼此之间有一些亲子互动的机会。这就是我是职场大明星的玩法。